Tchau. 大家早、哦、非常感恩啊！今天又有这一个好姻缘，来跟大家一起这个共修分享哈。那我今天要共修的这个主题啊，是《无量易经》啊，讲述德恨品哦。这个，哎，我们这个书本的页数是三百六十二页到四百五十三页哈。 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开始啊。这里我有一段前言哦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八万菩萨、大菩萨对佛的战绩哈。那这个佛啊，或者是这个耶稣基督啊，诶，他们这些，都这些大生命的大导师，很奇怪，他们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身子、设身形象啊，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啊，他们传法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弟子，很奇怪哦。 都没有一张真实的画像留下来，没有哦。然后他们入灭之后埋在哪里？哎，也都没让人家知道哈、哦。这个非常奇怪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因为怎么样呢？《金刚经》也跟我们说啊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，他很明白的就跟我们说啊，教化我们呢、啊。这个色身不是真正的我们呢、啊。我们一直执着这个有形的一切啊，是我们的颠倒。所以他干脆啊，他怕我们去执着。 他就所有的这些他有形的色相，还有他甚至他什么他这个这个往生之后啊，呃、欸、入灭之后啊，他也都不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有一个地方啊，好去执着啊。但是呢，既然说哎、欸、我们呐、啊，这个不能以色见我，因，身求我，那奇怪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如来啊？如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哦？《金刚经》也有跟我们讲了，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哦。 若见诸相非相啊，则见如来哈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觉悟啊，我们本来是在梦幻泡影当中啊，哎、欸，我们觉悟了之后，从梦幻泡影觉醒了，没有这个表象的分别、啊，哎、欸，不要再看这个表象了，我们回归到这个是什么？生命的共同体，看到的是生命的实相啊，不要再用这个肉眼了、啊，他要我们用什么？用心，用智慧，用法，用佛的之见来看这个世界、啊，那你就会看到什么？ 众生都是佛啊，众生都有佛性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呢，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个六根六四的分别很像啊，都是虚妄。那究竟如来佛陀是一个什么样子？他是一个什么境界啊？哦，那今天啊，这个德恨品、啊、八万菩萨摩诃萨这个赞叹如来这个战绩啊，我这个很少数啊，他说的非常完整哦，可以让我们非常深入的来了解哦 这个佛陀的境界，然后我们再比对一下我们众生境界哦，可以让我们成更加清楚哦，了解这个佛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啊，这个成佛的因缘呢、啊、到底是怎样哈、哦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天，首先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念一下哈、哦。好，大灾大物大圣主，无垢无染无所着。 天人相马调玉师，道风德香熏一切，自田勤薄绿林尽，一灭四王心亦寂，永断梦妄思想念，无复诸大因介入。哇、哦，这是我们书本是第三百六十二页哈。哦 你看，我们一般呢、啊，在形容一个人呐、啊，我们大概可能就是说，哦，这两经高贵啊，哦，雍容华贵啊，哦，那我们一般在形容这个这个佛陀啊，大部分也说三界导师啊，哦，或者四生慈父。哎，那这里啊，这个八万菩萨摩萨，他们大菩萨怎么样来赞叹、我们称赞啊，描绘我们的佛陀，第一句是怎么讲？大灾大物大圣主，三个大。 哦，大灾，他衷心的赞叹这个佛陀的心啊，是无量无边啊！哦，然后他是与三世啊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是啊，十方啊，视为上下虚空，所有世界、所有的生命物命啊，都是连接一体的，是这么样的大哈、喔，没有任何的执着哦，跟虚空一样。好，那他是怎么样大彻大悟啊？佛陀啊，他了解啊，生命是一个大家庭啊。 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啊，而且是怎么样？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超越万物之间呐、啊！诶、哎，这个所有的生命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们现在所有的生命是过去所有的生命造成的。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是我们造成的吗？不是，都是过去所有的生命造成的。我们未来的生命，未来的世界谁造成的？我们现在所有的生命去造成的哦。所以，我们了解到一个，这个所有的事，这个生命啊。 哎，所有的这个物命呢、啊，其实啊，十方世界还有怎么样？所有的生命物命，通通是连结一体的，哦，没有一个可以单独存在的。所以啊，他了解了，我们要平等利益一切众生哈、哦，不能自私自利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佛陀啊，他是有了这样的觉悟，啊，他是一个什么？他就是让我们啊，无上尊敬的四生慈父，然后是神圣的生命主宰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佛陀的境界啊，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境界哦。那我们呢、啊？我们要怎么样形容我们自己众生啊？小灾迷惑诸众生啊，无名迷惑的心呐、啊，执着于这个有形泡沫之身呐、啊。哎，我们的心啊，都执着在这个有形之身。那这个有形之身啊，《楞严经》跟我们说啊，这个一生一世父母所生之身啊，就好像什么？ 大海中的浮鸥一样啊，非常的无常、短暂啊，起没无从了然呐、啊，就像泡沫一样啊。可是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什么生命的全部哈？哎、欸，所以这个一生一世啊，小情小爱的这个这个泡沫之声啊，其实是什么？我们作茧自缚来的。 怎么样叫作茧自缚？这个业报之身怎么来的？我们自己的业报造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又把我们自己的心绑在里面了，所以这个叫做作茧自缚啊！啊，佛陀说这个我们称为什么可怜民者啊！哦，所以我们是什么呀？哎，小灾啊！我们是太渺小了哈、哦。但是呢，我们除了要赞叹啊，我们要忏悔以外啊，我们无法开始觉悟了哦，哎，然后呢，要知道，但是本觉之路啊，是成佛之路，是什么样？逆水行舟啊！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源头啊，水从源头下来是往下流、啊，你要回去源头是逆流哈、啊，而且它、啊、玄远漫长，我们累生累世以来已经脱离我们的生命源头啊，脱离我们的本源如来啊太久了，所以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这么远啊，我们要赶快精进上路行菩萨道，不要再浪费生命，不要再怎么样蹉跎光阴了哈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也都可以。 常常啊，看到这个上人也好了，佛陀都不断的提醒我们哦，这个修行之路啊，菩萨道上是魔障魔考啊，诶、欸，我们这个忘心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会一直跟们讲啊，啊，咱免咱过，咱自己着啊啦，咱免那行苦啦，咱何必搞得这样糟蹋？种种的魔障魔考啊，他也会一直要让我们怎样退转哦。然后佛也跟我们讲啊，诶、欸，要成佛要怎么样？供养百千万亿诸佛啊，去哪里供养百千万亿诸佛、啊？ 众生就是诸佛、啊，我们要利益无量众生啊！每一心每一念呐、啊，都是在供养诸佛、哦。所以呢，他们是鼓励我们要勇猛精进呐、啊，在做困难的、啊、在、啊、不简单。哎，他不是在怎么样？我们不要误解呢。伊唔是咧，共产党做困难咧、啊，那没话都跟他产党关系、啊。呀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是鼓励我们。我们千万不要拿来怎么样自我障碍啊，当借口啊，那莫要为大了、啊，那个功夫不是这个样子哦、啊。 我们反而要怎么样？要拿来更激励我们自己，要互相鼓励。你要怎么样？互为善之识啊！如果听到人家这样讲，要提醒他。哎、欸，唔通讲哎，那那不要这么伟了那咱人好咱家啊，啦，许困难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如果听到人家这样讲，要跟他提醒啊。上人这样讲是要鼓励我们赶快精进，不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做哈，不要弄错了。好。 所以啦，我们继续看，哎、欸，这个八万菩萨摩萨，他、啊、继续怎么样描述啊？我们的佛陀，他是用什么？无垢无染，无所着哈。这个佛陀的心呢、啊，哎、欸，非常的清净哦，像一面镜子。这个世间的一切事物啊，都是明明利利啊。 我、哦、历历在目，非常清楚明白，都照在他的内心啊。世间的道理没有一项他不明白，不止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，也没有一项不知道哈、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，就是我们说心悟一切物啊，心清净就一切清净哈。我们这个心啊，如果没有觉悟啊，就是怎么样，烦恼痛苦啊，充满了种种的什么乐色。垃圾啊 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就看不到世界的真相哦、啊。哎、啊，一旦我们心觉悟了，心就清净了，自然就可以照见一切哦、喔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呢，在三百六十三页这边呢、啊，这个书本跟我们说，无垢是心没有一点污染，心完全没有染杂，好像镜子一样，心如镜照、喔。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们想象一下，这个镜啊，镜子它是很平等的哦、喔，它来就给你照，去就不留啊。 他会不会说镜子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好像比较喜欢你，我感觉就他睡，会不会？不会、啊，他会说，哎、欸，我喜欢这个人，啊，你走了，他还把你的影像留在镜子里，不会啊，他完全怎么样，无助无相啊，他没有任何分别相，没有任何执着啊。我们的心就要像这个样子，如实的照见一切哈、哦，不要加一个滤镜啊。哎、欸，今、这、天、个、人忘了他大，哎、欸，他做的什么事都很好，哎、欸，这个人我讨厌他，他做什么事我都觉得他很烂。 哦、这个我们就不是怎么样，心如明镜啊、哦，心就是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过滤网了，就不再亲近了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，我们一般我们这个无名的心呐、啊，哦，执着的什么，这个父母所生之身呐、啊，我们刚刚讲的那眼睛说的哈，这个泡沫之身呐、啊，哎，就好像虚空中的一个浮尘一样啊，非常渺小。我们用这个浮尘啊，浮窝就是他讲的这个浮泡啊，哎，这个支箭啊。 哎，用一生一世非常短暂的这个之间、啊、来虚妄分别啊，然后攀缘外境啊，贪爱执着，哎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不喜欢呐、啊，喜欢的通通给我不喜欢任何的呐、啊，哦，为了照顾自己，伤害众生呐、啊，哦，所以怎么样，烦恼过重啊，处处执着，我们的心就不得自在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哎，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心为什么会不清静啊？ 哎、欸，我们来想一下，因为怎么样有乐色啊？哎、欸，六乐色是哪里来的？我们新的乐色哪里来？就是六根六识去攀缘外境啊！笨扫对外靠提来，这厝本来加清气啊，那对外靠炸一堆笨手等还坑在蛋里啊，如坑如锥，到最后就变成脏鼠屋了吼！那所以我们攀缘外境之后，产生什么贪嗔痴慢疑啊,啊？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哦，种种的贪爱执着，得到了高兴。 没有得到就称恨了、啊、就怀疑啊，哦，愚痴啊，然后呢，傲慢，怀疑正见，这种种的乐色、啊，就是污染了我们的心呐、啊，让我们的心就不会清净了哈、哦。所以我们环境要做环保，哎，那我们心灵要不要做环保？要啊，哦，我们用佛法的工具啊，哎，十功德品啊，哦，就是很好的工具啊，让我们把烦恼转菩提啊，哎，嫉妒心把它转成随喜心啊。 坚定的心,把的心,、啊著著的心啊，把它转成布施的心呐；爱着执着的心呐，把它转成什么能舍心呐、啊；懈怠的心要把它转成精进的心呐、啊；散乱的心转成禅定的心呐、啊。把什么样？哎、欸，烦恼转成菩提啊，把乐色变黄金啊，然、哦、后变成资源哈、哦。清净要在源头清净我们的每一念心哈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做心灵环保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接着呢，这个。 哎，这个八万菩萨摩萨哈，他怎么形容啊？我们的这个佛陀啊？哎，那五天公在南京高拐啊，啊，这南京高港看高哦。那他怎么样形容我们的这个佛陀啊？他说啊，他是天人相马调御师，释迦牟尼佛哈、哦，这个在三百六十三页说这个佛陀的教化，他有种种的方法哈、哦，能够将我们这个高拐的哈、哦、野性刚强的这个众生啊，调伏的存粮。 不但调伏人及一切生灵啊，佛也是天人天的导师啊，是天人的调御师啊，哈、哦。就是你国家高,高他也可以啊，用佛法把我们调的怎么样，就变成怎么样，他叫做是纯良啊，哎、欸，单纯善良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哦，那接着呢，这个大菩萨们啊，形容啊，我们佛陀是道风德香心一切。 诶、欸，人讲有个人，人讲我就搞笑。的吼、哦，啊，有的人呐、啊，这人看他无啥冤仇，无啥那款的，哦，但是这大菩萨，他们形容我们这佛陀是怎么样？道风德相，心一切哦，心一切。佛陀的道德崇高啊，哈、哦，在这个是三百六十六页这边讲，人格清高啊，哎、欸，就好像一只清净的香气哦，因为你看他咖喱后呢，诶、欸，他会感染出来哦，那我们众生的性质啊。 都是熏习而来的，然后，那我们如果能够时时沐浴在佛法当中啊，我们也会怎么样，跟佛一样啊，拥有清高的品格啊。所以佛陀啊，他能够影响一切众生啊，他不是影响一个两个人啊，他影响的是一切众生哦、喔。所以，所以我们用道风德香啊，哎、欸，来怎么样譬喻他的人格啊？欸、那我们众生的是怎么样？众生是什么樣？无名我知啊。 烦恼过重啊，这些烦恼就跟垃圾一样啊、哎，充满在我们的心啊，然后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看起来就是污秽不堪的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我们了解啊，这个佛陀啊，他有三德啊，是智德、恩德、断德啊。哦，他断一切烦恼，利益一切众生啊。他的智慧啊，也是普及到一切众生啊，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他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哦。那我们众生是什么？ 三毒啊，我们是贪嗔痴啊，贪爱执着啊，嗔恨啊，愚痴啊，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烦恼痛苦哦、啊。好，那继续啊，这个八万菩萨他们怎么样？这个描述我们的佛陀，他说他是自田勤薄绿林尽啊，我们众生啊常常都想啊。 就搞超啊！你想作贼了哦。啊！但是呢，这个佛陀他是怎样？他是智慧啊，他是出世的一切种子哦，他不是凡夫的这个世智变成我们这叫跳哎，这个省这个给搞这个逼搞，不是这一个哈、哦。因为我们众生的智力啊，善恶不分呐、啊。你仅靠，但是他会不会只做善事啊？不一定啊，他也会去做恶事哦。但是佛陀的智慧啊，是只为行善利益众生，他不会去怎么样造恶来伤伤害众生的、哦、吼。 所以这个三百六十七页跟我们讲像这种四字变通的四间字啊，就没有用了。哎、欸，他容易造业造罪啊，因为他经高生啊，就靠戒口、闭口为了家己好，伤害众生嘛，不啊，所以就容易啊造业啊就造罪了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啊，第三百六十七页，他讲这个田字啊，就是,是不求，没有欲求的意思啊。佛陀的心啊，非常恬静清高。 滚蛋！不受世间欲念或种种风浪来打动哈，那不像我们世间的人呢，这个智啊，智力啊，这个智商啊，容易动摇哈。若被好的欣喜，就去做好的事；被坏的欣喜，就容易做坏事。拍狼毛巾跳呀、啊，好不是说只有好人才跳哎。所以这个就是世间的智哈。那佛陀的智是怎么样？ 不会受到这个世间呐、啊、所有的欲念啊，所有的这人我事会种种风风浪啊来动摇，它是如如不动的、哦，付出无所求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、啊、这个佛陀啊，这个三百六十八页、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佛陀有情，他的情是大众化，是广阔悲悯的情呐、啊，不是我们这个偏爱的情哈、哦。所以这个世间情呢、啊。 浓情蜜意、啊、哦，就后悔，很执着啊，哇，很很浓情蜜意。但是呢，是怎么样，都是诗篇的哈、哦。它会带来怎么样，贪爱执着啊，哎，然后呢，烦恼痛苦啊，那不是大长情大爱。所以，我们觉悟的心呐、啊，哦，就要跟佛陀一样啊，就是什么大爱之道啊，广辟寰宇啊，然后长情之路是古往今来啊，我们这个大爱之道啊，广辟寰宇。 遍满十方世界啊！我不是只爱这个地方的、啊，我不是只爱我的家庭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是爱十方世界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物命哦、啊，长情之路啊，古往今来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所有的生命啊，我们都要怎么样？去关怀，去尊重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生命不是一生一世啊！啊，我过后我一生一死就好啊，就一了百了没有啊！我们都还有将来啊！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要为我们的来生来世。 为我们的子孙的来生来世去努力啊，去关怀，去怎么样，去尊重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个三百六十八继续跟我们讲，他说佛陀的律啊，是集中精神为度众生的事业考量哦。哦，他的静啊，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心都能宁静哦，不会把这些外境啊拿来啊怎么样扰乱他的心哈、哦。但是我们众生呢，也是怎么样忘心啊。 哦，省虑思量啊，就好省。一，他叫做横转如瀑流啊。我们的心啊，随时都在动啊，身住意灭，前念灭、啊，后念又生啊，都是在干嘛？我执了、啊，都是在 take 替自己怕省了哈，全部都在为自己打算，为我们的小情小爱跟我们有姻缘的打算呢、啊。所以怎么样？身住意灭，心猿意马，不得安宁哈。那我们要学习佛的这个绿林净，不要让我们这样子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身住意灭，好。 哦、我们继续往下看喽、哦，哈、哦，他这里啊，他说“意灭四王心亦寂呀”。哦，这里呀、哦，这个书本讲很长了、啊，所以我就把它就是说简短了、啊，哎、欸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了解这个佛陀的心呢、啊，他怎么样？他这个八世是在分别的，他转八世成为世字，把这个心王八世心王转为什么法王啊？哦，所以他变成这样，如如不动了、啊，不再生出一灭了，不生不灭了、啊。 所以呢，生灭灭已啊，这个心就怎么样？极灭为乐啊。我们心要极灭，它才会是什么样？真正的安乐哈、哦。那我们的无名的心啊，是八世心王啊。哦，都是怎么样？六根六尘啊，哎，去圆六尘，六根六事圆六尘啊。哇，种种分别、虚妄分别，这不是真实的分别哦。我们要注意哦。 所有的众生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、啊，狗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看到的世界有没有一样？没有啊。我们闻起来是臭的，它闻起来是香的哦。欸、所以众生的八字分别是希望分别、啊、是由他的业力转变哦。不要以为我们看起来的世界就是我们认为对的，就是对啊。要一真一切真，万境才会自如如啊。我们现在都带了一个滤镜在看这个世界、啊。 我们看到的世界都不是真实的世界哈，然后我们希望分别之后还贪爱执着，哦，我就我嘎一这样，哎、欸，有的众生看到很讨厌，我们看到很喜欢呢，哎、欸，我比比一样的人呢，我垮的时候蚂蚁垮的时候腿也，大家就不一样了，有的吃了，有的又不喜欢吃了，所以大家都是怎么样，贪爱执着，执着自己的怎么样？ 这个我的这个见思惑了哈，说根据自己的想这个这个这个八识分别啊，自己的阿赖耶是种种过去的这些这个业种啊来做种种的分别、啊，其实都是虚妄的，而且怎么样念念不住了，其实都是生猪意灭。哎，给那里盖这，明仔再盖一黑啊，哦，喜新厌旧，新新生灭，所以怎么样不得安宁啊，这个身体啊。 你何必去跟他讲？哇，他今天去好山好水好心情呐、啊，然后过了半半年呐、啊，你住在那里，他又好山好水好无聊了哈。你还要顾这个身体哦，你会被他搞死啊！他永远不会满足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诶、欸，这里有讲到哈，他这刚刚讲啊，我们要怎么转世成智？我们常常听了、啊、哈，当然要转成智慧。那这里啊，这个金、啊《金刚经》呢有一段啊，诶、欸，我把它引用一下。 他说：“复次，须菩提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亲见世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。以经世人亲见故，先是罪业则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哦，哎，我们的先是罪业可以消灭，哎，那、啊、我们先是罪业在哪里啊？我们所有以前的业市种子，其实都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、啊。 那这个阿赖耶士啊，先是追灭，怎么消灭？他说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受持读诵此经《金刚经》，其实你受持读诵什么？这个《法华经》也是一样的，它一样有功德哈、哦。我们都从这个经典都可以看得到哈、哦，都有无上的功德啊。若为人轻贱，你受持读诵此经的得出唐奈勇为人轻贱，表示你有走入人群嘛、哎？有让人家知道，哎、受持读诵此经，让所有的人知道，希望能够别人、啊、也能够。 得到这个法，所以你是怎么样忍辱在弘法，你就可以消灭你的先世罪业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，就得到我们的什么大圆镜智啊，得到我们的智慧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啊，这个心一急啊，急灭为乐啊，生灭灭以急灭为乐。哎、欸，这里啊，《大波涅盘经》跟我们讲啊，涅盘无我，大自在故，名为大我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很多人都说无我啊，什么叫无我啊？ 无我不是空空如也啊！这里跟你讲很清楚啊，是要转回大我啊。无我不是没有我，吧？没有我就空空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错，你要大自在，就是要大我，要把我们跟众生连接起来，不要去执着这个小我，把小我灭掉，这个小我的意思，灭掉，转成大我的意思，跟众生连接在一起。所以，即灭无我啊，为众生之后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大安乐哈、啊。 所以大自在还有什么大解脱啊？为什么我们安乐于众生，自在于众生，解脱于众生哦？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哎，那继续这个八万菩萨他们形容这个佛啊，永断梦妄思想念哦。那我们众生啊，哎，执着在这个无常短暂的这个泡沫色身啊，哦，那我们生命是怎么样？如同泡影啊。 无名迷惑就如同醉酒而卧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《一炷一》里面讲的哈，我们都是醉酒而卧了哈，都是身在梦幻泡影当中啊，哎，不得自主啊，看不到生命的实相哈。但是佛陀的心呢，他有没有在执着这个梦幻泡影之身呢？没有了，这个一生一世不是真正的我们啊，他回归到我们的本事本心啊，犹如虚空啊，怎么样？大圆镜智啊，犹如琉璃啊，像镜子一样。 如实的照见一切、啊，不会再有这些梦幻思想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哦，这一句啊，无复诸大因介入啊，哦，佛陀的心啊，已经完全脱离什么？这个大是四大哈、哦，然后因是五因啊，五蕴就对了哈、哦，然后十八戒戒就是十八戒，这个是什么？ 我们有形的界限跟束缚啊，就是四大五音跟十八戒。哈。那我们来稍微简短说明一下，这个“大”是四大的简写、啊，四大是地水火风，一般都说是四大假合啊。就像我们的身体啊，是四大集合而成。这个地啊，哎，就好像宇宙这个地啊，就是坚硬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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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体啊，就像我们的骨骼啊，就是地、啊。然后我们的水啊，我们身体啊，很多水，我们的血几乎都是水构成的哦、喔。 然后火啊，我们身体会怎么样？产生热量。我们一旦往生了，就冷冰冰哦。啊，风啊，我们身体要呼吸啊，一定要有空气啊。所地水火风，这个大的宇宙啊，跟我们这个小宇宙是一模一样的哦，都是四大假合的。这个是临时结合的，它到最后都要回归到我们大自然哦，它不会永远，这个身体不会永远存在，它只是临时因缘和合,合的。好，继续往下看。那这个因呢、啊？ 音就是五音呢、啊，就是五韵哈、哦。这个其实啊，你看这个佛经啊，其实我们这个是翻译的、啊，它不是原文呐、啊。啊，不同的时代的话，你用的字可能会不一样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去太去执着这个这个文字啊、欸，因为它不同时代用的语法，甚至语法都会不一样啊。要去了解法义才是最重要的哦。那这个五韵就是什么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、啊，就是我们的色身，其他四个就是我们的妄心啊，受、想、行、识、啊。 就是依附在这个色身上面的感受啊，哎，以及它的什么样，这个想象啊，受想行识，它是妄心哦、啊，它不是真心哦、啊，哦，它是我们的身根心，但是这个是妄心啊，没有觉醒的心，执着在这个色身的心，就叫做妄心啊。啊，我们的真心是去外面找的吗？没有啊，把我们的妄心啊觉醒。 不要再执着，不要再绑在这个色身，它就成为我们的本质本心了、哦、哈，就是我们的真心。好，那十八戒，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啊，有六根，还有六四嘞。然后呢，根就是硬体啦，哦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个都是啊，怎么样？我们的硬体。然后六四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软体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个电脑、啊、它要软体然后运作，人也是一样啊，它要有这个四啊，它才能够运作、哦。要视、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，统统一样啊、哦，或者。 我们可以教他做驱动软体啊，都一样。你没有这个事啊，没有这个软体，硬体不会动。那他们在干嘛？六根跟六四是干嘛？他去攀岩呐、啊，他去识别这个外境，然后做什么虚妄分别、啊。刚刚讲了，每一个动物啊，每一个生物，他感受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哦。克制表率、啊、哦，然后呢，他界限束缚了我们众生的心境啊。你看到是这个样子，他看到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执着在我们看到的，执着在我们感受到的。 把我们的心绑住了，我们就受他束缚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说，鱼头这个这个三百九十一页这边跟我们说啊，他说、啊、这个佛陀的心啊，他了解、啊、身体是四大假合，这个起灭是无从了然，四相若分开或不调和，就终归于空。就是他他迟早要我们这个身体迟早要回归大地的，我们只是借来的而已啊，假合的哦。所以，但是我们众生的心呢、啊？ 哎，却一直执着着这个身体确实是我、啊，是有我的身体。好像他，他幻想这个身体会永远存在，会吗？其实我们仔细想，都知道它不会永远存在。可是你就是一直执着它。我们也知道它每天在变，每天在老。那你就是一直觉得说，哎，他好像没有，我都一直一样。他康没给个狗，有人能够让今天身体老老慢一点吗？有没有人知道自己身体？ 今天变化了多少？没有了，通通没有，一切都是因缘而合，业是在怎么样牵引的哦！不要去颠倒，不要去幻想，我们能控制这个身体？不可能，我们能控制的是这个心，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身体。你看佛经啊，讲那么多，他有没有讲一句说咖喱阿那过行体过法机会啊？有没有？没有。 通通在顾我们这个心呐、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幻想这个身体永远存在、啊，我们就会去计较比较、啊、种种事情，以什么为标准？以这个身体为标准呢、啊？以这个虚幻存在的身体为标准呢、啊？所以，我们众生是怎么样颠倒？哦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呢，这个三百九十六页这边呢、啊，他跟我们说，他说释迦牟尼佛、啊、完全了解啊，我们所说的四大五蕴呐、啊。 乃至到十八界，他通通很清楚。那我们现在也要清楚了哈，佛陀清楚了，我们也要清楚了哈。所以他的意识啊，完全脱离这些东西啊，他没有到这个有形的束缚，通通不存在了，已经到所谓第九世的阿摩罗氏，呃，有的叫做如来藏式哈。他翻译不同啊，其实意思一样，就是我们讲的大圆镜智啊，通通是一样的意思，不同名词。所以他是清净的哦。三百九十一页这边讲，不受世间的运。 或大或戒的束缚了哈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我们一直在讲大圆镜智啊，啊来则照，去不留哈。这个这里有一段呢、啊，这大圣本身心地观心啊，诶，他特别解释了一下这个大圆镜智，他说这转一熟世啊，得此智慧。阿赖也是，他们这里话译说一熟是啊，那一熟主种子，什么叫一熟主种子？我们累生累世、啊，我们所作所为啊。 造成的这个夜市种子啊，就是我们的结果啊，它、哎、通通放在我们的阿赖耶识、啊。哎，时间到了，哎，它就会怎么样？易熟，它就会成熟。哎，你这个身体啊，什么时候要长牙齿了？什么时候会起北桃章啊？什么时候可能要生病？什么时候老多快？你到几岁变什么样子？其实啊，通通在我们这个夜市种子里面，我们生命的资料库阿赖耶识里面呢、啊。哦，你看到这个人会喜欢，哎，看到那个人就讨厌。我喜欢吃辣，他就不喜欢吃啦。 哦，这个为什么都在我们这个夜市种子里面？我们累生累世生命的经验，通通在这里面。那、啊、时间到了，或者遇到什么人，或者遇到什么事，或者到什么地方，哎，他可能就会触发它，它就会怎么样展现出来，叫做现行。哦，但是呢，我们一旦啊，哎，了解到，哎，我们不再怎么样执着这个夜报之身，不做，不再执着这个一生一世了。 我们心门打开了，我们的心跟众生连接一体了。哎、欸，他会怎样呢？他会变成怎么样？能现众生诸三恶业了哦、喔，他就不是只在执着于自己了，他是怎么样去照众生的三恶业、啊，如实呈现了，以示因缘啊。此智名为大圆净智，一大悲故，恒缘众生。他不再注视自注视自己了，他开始怎么样观世音了、啊？哦、喔，恒缘众生。 我通通在注意这些众生啊，依大事故啊，常如法现啊，他不会再深住一灭了，如如不动啊，哦，双观真俗无有间断啊，假观中空观中观啊，不会去执着、啊、任何一边，不执有不执无啊。 哦，然后常人只此无漏根生、啊、什么是无漏根生，就是我们这个本事本心没有烦恼的这个本事本心啊，就是我们的无漏根生啊。一切功德为所出一止啊，我们所有的功德就是要让我们回来这一个无漏根生，这一个本事本心啊，回到我们的真如本性。哦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我们要这里再了解一下，这四大五蕴皆空啊。 所以怎么样，心就不再束缚于这个色身哦，诸法空相了、啊。我们了解这个一切、啊、都是空相，没有存在，都是虚妄存在的哦。所以佛啊常常说这个空啊、无啊，他不是说他真的没有，他讲的是虚妄，就好像他这个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变化，它存在，可是它一直在变化。就像我们身体，它存在、啊，可是它。 没有一时一刻，没有一刹那，没有在变化啊！它这种叫做叫做什么虚幻存在，好像这个空中的云啊，你看它在啊，但是呢，它马上就不见了，变化的非常快哦。所以诸法空相，我们、啊、了解到这个道理，就不会再去执着这个色身了，我们妄心呢、啊、就会回归真心了哈，然后就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的，不会再执着于我们这个六根六四啊，这个六层的这个境界、啊。 打破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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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个知觉啊，这个不是真实的哈、哦。然后呢，就没有什么无无明了、啊，没有这个我执了、啊，就无无明了。然后就没有老死了。十二因缘跟我们讲了：无名缘行，行缘事事言名色，到最后就言生老病死啊。所以你没有了无名我执，你就不会再生死轮回。这个讲的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身体是一定要生死轮回，但我们的心把它忘、啊、心啊，从这个这个身体啊。 解脱出来之后，他就不会跟着他在那边生老病死。他以为自己也在生老病死哈，我们就脱离了生死之苦啊！从此怎么样，心无挂碍、啊、哦，知道五蕴皆空，我们就不会再挂碍了。原来挂碍的是什么？这个身体啊，现在不过碍他了。哎、欸，他这个身体。 没有出生之前，我们的心也在这个身体往生之后，我们的心还在啊！哎，将来又变成另外一个身，以前也是别的身体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就近涅槃，我们心呢、啊、就急灭、哎，心就急灭了。那心，刚刚我们讲了回归极灭之后会怎样？就是回归大我了，不是极灭之后就空空如也。回归大我，跟我们所有的生命连接一体之后呢，了解生命不能单独存在，我们才能真正解脱安乐。好。 这下一段经文哦，我现在讲到几点了？九点三十六。好，这个下一段经文我们念一下：其身非有，亦非无；非因，非缘，非自他；非方，非圆，非短长；非出，非没，非生灭；非造，非起，非为作；非坐，非卧，非行住。 非动非转非闲进，非进非退非安为，非是非非非得失，非彼非,非此非去来，非青非黄非赤白哦，刚刚都是，非红非紫种种色哦，这个总共十二个非哈、哦，好，那这个。 他在讲这是什么？什么叫非有非无啊？我们的色身啊，我们如果是执着这个色身，这个色身有啊，怎么没有？哎、欸，我们以为它真实存在，事实上它是真实存在吗？没有啊，它一直在变化，它实际上是怎么样？虚幻存在啊，它是无的，它是短暂存在而已，它是无常变化的。那我这个三百九十八啊。 这个书本跟我们说，我们凡夫啊，完全执这个身啊，确实是有、啊，以为这个有形之身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、啊、哦，这个是完完全全的颠倒跟错误哦。所以呢，佛身是什么？它是法身啊，是我们的心哦、喔，觉悟后的心，它无形无相，没有啊。看来好像是非有啊。哎，你说它有，它没有啊？但是呢，你说什么呀？它没有，它一直都在。 你出生之前，他就在；你往生之后，他也在。而且，他才是真正的主宰啊！他没有觉悟，他被这个心身控制了。觉悟了之后，身心,心才是我们的主宰啊！他是真正的生命本体啊！所以，他是什么？他非无啊！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个非因、非缘、非自，他哈、哦。这个佛陀啊，是为了什么？一大事因缘啊！哎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是为什么来这个世界？我们是受了我们怎么样？ 无名啊，十二因缘，无名显，行言事，四言名色。我们所作所为啊，会带到我们的生命，储存到我们的生命意识。那我们的生命资料库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，然后它会带到我们下一辈子的胚胎啊。哦，四言名色，然后就带到我们的来生来世去了。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在生死轮回了，为了十二因缘来到这个世界的。但是佛陀呢？佛陀不是哈，佛陀是离开这个十二因缘。 他不是靠他父母的姻缘呐、啊，哎、欸，他只是假借哦，他是为了一大事姻缘，为了度众生的姻缘呢、啊，才来到这个世间的哈。这个在四百零三页跟我们讲很清楚。所以佛是非因非缘非自他，他也不会去区分你我他，不会去区分怎么样，猪牛狗马羊啊。这个心呐、啊，我们这个心，我们这個心有没有你我他？身体啊，他会分你我他，心有没有分你我他？没有。 心是全部的众生都连接一体的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所以这里啊，他这个、这个、这一段就是非方非圆非短长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你看，我们在在在在,在有时候我们在形容的东西啊、欸，你把要看這个这点物件嘛，我我们在你啊，闭眼哦，这个有点类似就哎，他、欸、在形容说哎、欸，我们这个佛陀的这个身体他是怎么样？他是非方非圆非短长。为什么？这个《六祖坛经、啊》啊跟我们讲，他说我们这个心呢、啊。 这个身啊，法身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。为什么心量广大？它不是执着这个业报之身，不是执着你这个泡沫之身啊，它是跟所有众生连接一体的，它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的，超越万物之间的、啊。所以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。这个要记住，哦。你要想象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，就是像虚空，无有边畔啊，无有方圆大小。虚空有没有方圆大小？ 有没有怎么样？灰青、灰黄、灰赤、白，有没有上下长短，通通一样？有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一样？哈，通通连接在一起的，无嗔无喜啊，无头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。虚空里面有没有是非？这个身体有是非，虚空有是非吗？有没有善恶？虚空没有分善恶，一切都只是因缘果报，没有头尾，去哪里分头，哪里有尾？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重要的一句。 哦，oh, 我们觉悟了之后，我们的心土就变成了诸佛刹土啊，净同虚空啊。我们所有觉悟的心都跟虚空一样。虚空有没有办法分你的虚空、我的虚空？有没有办法分黑人、白人的虚空？有没有办法区分猪牛狗马羊的虚空？没有啊。觉悟了，众生都是怎么样？一体的生命是一个共同体，众生共一月，不要去寻找水中月、啊，找自己的本事本心没有啊。 找到了本自本心，无我了，没有我就是大我了哈、哦，就是共同的这个心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它没有什么方圆呐、啊，没有短长，它有没有什么从哪里出，从哪里没？有啊，我们有形的身体这里出那里没，哎，出来就看到没就看不到了，哎，有没有生灭？生灭不已。啊，生灭不已的是我们这一个色身呐、啊，哎，不是我们的心啊，哈、哦，它不是造作，不是。 怎么样？没有什么起，没有什么坐，没有卧，还没有种种分别，没有种种作为。好，哦，这里也是啊，还有很多《金刚经》也有类似的讲法、哦、啊。他说：“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世人不解我所说意，何以故？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啊。”跟刚刚讲的一样啊。我们觉悟的本事本心如来是怎么样？犹如虚空啊，哎，无有鞭畔啊。 哦，是什么？一切都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、哦？所以它有什么进退安危吗？我们的色身当然有进退安危啊。我们的本是本心啊，我们真正的法色身呢？有没有安危？没有啊。这个心有什么安危的？像虚空一样，怎么会有安危啊？有没有是非得失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好计较比较的。以这个身体来讲，有是非有得失啊。以我们的本是本心，众生合为一体的心。 有没有是非啊？得失啊？通通没有，没有什么彼此，没有去来，好、哦，没有颜色，没有种种的分别，好，那我们进入下一段哈、哦，这个我们念一下，这个很长，我们可能只念一部分哈、哦。好，界定慧解知见身，三明六通道品发，慈悲实力无畏起。 众生善业因缘生，是为丈六紫金辉，方枕照耀圣明彻，毫向月悬向日光，玄法干清顶若记，净眼明净上下炫，炫炫了哎，眉切干疏方可夹。 成舌赤好若丹国，百尺四十，科学，额广鼻修面门开，胸表万字狮子意，手足柔软俱圈福，一掌合慢内外握。这个在一百四十五页这边哈。好，这个底下还还有还有十个哈，我们就。 跳过哦，不要念，那个时间来不及哦。那他这里讲啊，戒定慧解之渐生啊，有了戒、啊，我们心呢、啊、就能够制止外境的引诱啊。哦，在四百一十八页这个我们讲啊，这个心呢、啊、就会定那我们心如果定怎么样，不受外界的境界侵袭啊，就会怎么样，智慧自然产生啊。如果心啊一直动来动去啊，心若不安呐、啊，坐立难安呐、啊，怎么会有智慧哈？好。 我们继续看一下，四百一十九页，这人跟我们说啊，我们学佛的人求智慧啊，智慧若生，佛性显现了、啊；若有智慧，自然就能解解什么解脱了哈。然后这里所说的知见啊，不是凡夫的知见，是佛的知见哦。心若解佛啊，正见就启发，不会受世间颠倒这个幻象遮住哈、哦。这个在四百二十页这边跟我们讲的。 好，三明六通，哎、欸，这个三明是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了哈、哦，在四百二十三页这边哦，啊，六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、他心通、落尽通。这个通啊，就是无碍的意思啊。哦，众生烦恼重，心绑得很紧，事事都不通啊、哦。如果我们可以下功夫啊，可以放弃烦恼，自然就会起神通啊。神通是神智清楚，怎么样？ 自在无碍，通达无碍了哈、哦。所以这里啊，四百二十五页特别跟我们讲，学佛的人不重视神通啊，是重视智慧哈、哦。诶，有的人呢、啊，都会去想去修这些神通，越修越执着，这叫走火入魔。哦，若是智慧启发能够到达漏尽通，漏尽通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，不要再有这些贪嗔痴慢疑啊，就是什么漏尽通啊。那你能够没有这些贪嗔痴慢疑啊，你心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啊。 这个前五通啊，就是什么，自然就会正哦，因为他的心没有烦恼，既然没有烦恼，没有邪念呢、啊，哦，没有污染，就是正念的通啊。所以，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，不要去重视神通，我们要重视什么？智慧哦？不是智商，智慧。哦，然后这个道品呢、啊，就是三十七度道品，三品六通，再加上三十七度道品呢、啊，就能够达到菩萨的境界，发挥助人的力量啊。所以啊。 这个佛陀啊，他有三明六通，然后他有三十七度造铸造品哈、哦，然后他有慈悲实力，他有慈悲啊，他是佛菩萨的本愿就是大慈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不是指怎么样对我们有因缘的才对他好啊，哎不是啊，所有的众生啊，通通要怎么样慈悲以待哈、哦。那佛有实力，这里也都没有时间再讲了，那我们啊就讲一下这个四百三十一页讲的。 修菩萨道的人呢、啊，一定要断习气、改习惯，要有知勇断习气之力。哦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呢、啊，说那么多方便法，目的就是要断断什么？断我们的习气、啊。习气如果断，佛道就成。好，那还要事无畏惧哈。那最后呢，要从怎么样？ 众生善业因缘生啊，佛陀也要观根基啊，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能够施教、啊。哎，佛陀也不是说啊，所以佛度有缘人啊，一切这个是娑婆世界、啊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的世界哦。所以佛也要怎么样，要有因有缘呐、啊，要刚好成熟啊，才成才能够怎么样，让众生呢、啊、领教受他的教理哈、哦。好，那其实再来这刚刚讲了那么多。 这个藏六紫金灰啊，然后这个这个照耀方枕照耀社名册这个都是三十二相哈，八十种好啊。那佛啊是什么样庄严德相啊？但他不是天生就如此的哦，哎，他是什么样？这个大善百福庄严经讲，要修一百福才能够有庄严一个相哈。啊，佛有三十二相啊那佛的三十二相就是比喻佛陀的德性啊。 就譬如说啊，他不忘语啊，不恶口，然后呢，多爱语啊，所以他的才能得到什么唇齿白啊，如雪啊，然后呢，唇唇舌齿好等相啊，他、啊、只是一个怎么样，他是一个视线啊，就是让你自己去想象，从这个德性去想象成他的怎么样表象啊。那我们世间的人呢？我们世间的人是什么相？我们世间王子啊，表象是世间王子，但是实相是什么？生命穷子。所以佛啊，有智慧啊。 他放弃掉这个世间穷，这个王子的身份啊！你看这个佛啊，在《信经》品跟我们讲：“啊，遥见子身啊，这个什么啊，银寿憔悴啊，粪土成本污秽不尽啊！”哎，你表象不管你多富贵啊，你的实相就是穷子啊！哦，这个佛啊，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。为什么我们众生追求世间的富贵啊，终归于空啊？累生累世之后，就变成生命的穷子了。 哦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我是世间的这个这个富贵子啊，我是世间的王子啊，事实上啊，都是生命的穷子。要追求生命财富，不要去追求生世间的财富，要把财富存在于生命银行，众生啊，不要存在世间银行啊，要不然你往生之后就没有了，就通通不见了哈。好，这个所以这个四维藏六紫金辉啊，哎、欸，我们了解一下，他就是说佛陀常劝众生啊，行这个三昧啊。 哦，所以做无畏师啊，才能够感到这个这个相啊，这个金色相啊，就是表示佛的德性啊，好像，好，好像这个心经未发光一样、啊，所以它产生这个，我们看到它就好像看到这个金色相哦。好，那方枕照耀圣明册，这个佛的声光啊，任运普照三千世界、啊，所以能够发大菩提心。 所以他感觉上啊，佛的身状、身相啊，就是怎么样，非常的光明照耀哈、哦。那这个身像很多啊，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，大家可以参考哈、哦。我这些是从这个佛教大辞典里面引述过来的，因为这个上人在这边大概就是很简单的讲述一下而已。那我是希望说大家，哎，这个也不是佛经讲的，这个是佛。 这个佛教大辞典讲的、哦，给大家一个参考，就是说啊，佛这个像其实是在表示佛的什么样德性啊？哎、欸，很高尚哈、哦。我们就先跳过去了。哦，那要重最大的重点在这里了哈、哦。我们要知道这个三十二相是八十种好，其实有没有真的这个相啊？没有啊，它是只是要我们去想象佛的德性，你把它转换成这个好像有形的像啊。他、哦、讲啊。 这个三十二相八十四啊，其实都是无相啊。四百五十页这边说了、啊，身体是四大假和。既然来说婆世界，一样是血肉之身、啊、四大分开就没有了，所以呢，无相非相是一切相是以眼根去对进、啊、哪有什么相跟色，都是虚妄的。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哈、哦。 所以无相之相有相生啊，众生生相相亦然。那为什么要现这个相给我们大家看呢、啊？给我们大家去想象啊！哦，就是无相之相本来就无相啊，为了要度六道迷茫众生啊，而、欸、迷茫众生你没有一个东西给他去依治啊、修摩啊，所以他就必须要怎么样？好像幻化成一个相，让你去想象啊！哎、欸，所以呢，再怎么样，所以让众生在六道迷茫当中啊，啊，佛陀需要什么道驾慈航。 视现跟我们众生一样的身相，我们才能理解啊，所以称作众生身相相亦然呐、啊。让我们跟众生显示出一个跟众生的相。实际上，佛身是法身啊，它是无相的。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相啊。所以能令众生欢喜离。哎、欸，说得啊，我你看我们早上不是都要礼佛三拜啊？我们为什么不去拜别人？为什么要礼佛三拜、啊？因为佛的德性啊。 让我们怎么样，从内心中啊产生恭敬啊，我们要向他作礼啊。哦，好，那前心表敬，成因诚，前心、哎、表敬，成因情啊。这个佛的身相的表现啊，四百五十一一页这边讲是过去修为德的成果，大家要以最虔诚的心情，表露最恭敬、最殷勤的礼节。所以佛陀啊，为什么要我们礼敬他？表示他很伟大吗？不是。啊。那六祖南经跟我们讲、啊。 李本折慢床，头西不至地，有我最吉身。王公伏笔啊，这个在讲那个法达。哎，他修了这个三千步，读诵了三千步的这个《法华经》了。哎，他在跟六祖顶礼的时候，头没有到地。佛那、这个六祖就知道这个心中啊，哎，你这个有这个傲慢啊，他就跟他讲：叫你做礼啊，不是要你礼拜我、啊，是要你折服你自己的傲慢啊，折服你自己的自大的心啊。你为什么头没有到地啊？ 哦，有我罪极深啊，你有这个我执啊，你这个所有的罪啊，就会开始产生了、啊，分别彼此计较得失，王公无比啊！不要以为你念经三千次啊，有什么功没有了，通通把它放掉。这样了、啊，你的心无我，你才会怎么样？真正的福报无比哦。好，感恩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嗯嗯